小表妹家就是有钱，家里这么多机器人玩具。表妹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等我挣钱了，我要给宝宝买。先去接宝宝回家。宝宝宝宝，妈妈来了。妈妈妈妈，你终于来了。宝宝是不是想妈妈啦？走，咱们回家吃你最喜欢的面包。宝宝这呢，宝宝可真乖，来吃个面包。学校功课做得怎么样啦？妈妈妈妈，我全会啦。真的吗？那妈妈来考考你哦。20+18等于多少？38。算数这么快，那唐诗宋词呢？静夜思背诵了吗？床前明月光。不错不错，宝宝真厉害。最后一道题，各种加法减法都用上，宝宝真是算数鬼才呀。妈妈一定努力让你读最好的学校。我这就出门挣钱啊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快点出来，只要3秒钟时间。谁啊？这一大早吵吵闹闹的，不知道这是别墅区吗？你可以离开这里了，这座房子已经被查封了。查封？这可是我家，你走开。居然敢殴打城管，你好好仔细看看，这座房子抵押了，不还钱即将拍卖。糟糕了，一开始花钱大手大脚的，城管叔叔能不能通融几天？不行不行，这座房子已经查封了，你还是快点走吧。都怪我没钱还花钱，害得宝宝和我流落街头。就是这座房子，就是这个小魔头，起来起来，别睡了，快还钱啊！我没钱了。什么没钱了？没关系，这房子还在我这抵押呢，房子给我吧。房子已经被城管封闭了，我现在身无分文。身无分文，那我可管不着。你花钱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给我去挖煤矿偿还？这就是煤矿厂子了，快进去挖。我这就来挖。这还差不多，不挖完你就别想回家了。好累啊，不行了，呼叫表姐，呼叫表姐。怎么有电话响了？原来是小表妹啊。小表妹怎么了吗？表姐表姐，救命啊，快来煤矿厂救我，不然你再也见不到小表妹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小表妹你先别哭，我这就来啊。煤矿厂我记得是在偏远的郊区啊，不会是出错了吧？前面就是了。小表妹你没事吧？哎，哪来的小白龙，磁场是我开，有何贵干？我是来找我小表妹的。哦，你该不会是她表姐吧？帮她还钱想怎样都行。还钱？哦，你可能是找错人了。没错没错，大表姐她家可有钱了。表姐快点帮我还吧，你看准没她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还完啊？我以后再也不借钱炫耀了。你才知道借钱炫耀，让你乱买东西乱花钱，这是败给你了。小熊猫，这是钱，我可以带小表妹回家了吗？可以了可以了，钱到什么问题都没，拜拜。小表妹走吧，我已经帮你还钱了，快跟我去打工。啊，那个表姐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你，我话还没有说完呢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今天又白忙活了。